那时候这里就只有你一个，对，只有我一个，其他人都没有，没有。毕竟金门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麦当劳，所以应该是像必胜客那样子，就是一定开得下去。觉得新鲜感而已啦，新鲜感。我觉得会持续几个月，目前几个月会了，因为有卡在放暑假嘛。啊，它里面又主打什么高粱什么贡糖什么嘛，对，